这热情的尖叫声就是要告诉大家，远东搜狗百货台北店天母店周年庆即将在下周四正式开跑啦。今天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也亲自到百货公司现场，带领大家喊出口号，替这次周年庆加油打气。一二三，来，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笼罩、充满挑战的一年里，可以趁搜狗周年庆期间赶快来消费一波，舒压一下，大家都能 happy together。 你不买东西 it's okay， 你下次再来好了。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两个月当中给大家 happy together， happy together。今年搜狗推出10000多组化妆品特惠组，最低下杀1.1折，精品也有2位数折扣。搜狗董事长黄晴雯对于今年业绩非常有信心，更霸气喊出：没有不景气，只有不争气。看好年底有报复性买气出现，也定下今年搜狗周年庆高额目标。今年搜狗百货全台业绩目标108亿。其实从今年下半年7月开始，我们每一个月的业绩都超越了去年。那我们今年用 Happy Together 作为一个号召，就是让大家知道大家家里闷了很久了，然后每一年的周年庆都是大家出来朝圣的全民运动，所以我们准备好了。